200块来白带，哎呦，别啊！啊，最后两个人给啊，不白带啊，你要学白带啊！啊，200块，最后两位来白带，用红两百块，都会俩哈，好，用煎的超好吃的。来，阿妹讲要炖排骨，有打排骨，有人也要买没？一包你要红牛，来你要吃两包啊，要炖排骨，这一包2斤重哦，它的汤头，它的排骨你吃到你会爱上它哦。来，一包阿妹300，你要红200。 要炖排骨，人要吃无，两包400啦，下尾啦，三个人加买倒啦，靠呀，买一包倒啦。你今日加班的动作今日礼拜，我礼拜我化五百人就买伊啦。啊，是加班的恁较少来吃吼，每个礼拜六日都会在这边固定的啦吼。黄总嘛，迄阮头家啦。哎，啊恁若好食，拜六礼拜较啦。一人一包，两斤蛋麦面200，今日了了的100哦，这样子一包等于煮热就要加热就好了，来100块来。 要炖排骨，一包100，2斤重哦。一包要炖排骨，这不便宜呢。这一包200，你都买袂到呢，来100块。哦，要，牛啊，卖你一包100，你那喜欢不啊？100块不是100块啊，大啊，这啊，100块呢，要炖排骨诶。就两包俩，加热就好吃了。加热就好了，100块。 我今天心情嘛，叮当好不好？出来看了想要吃，想安心咩？安尼得，想要吃要装啊，想我咧袂敢讲。来100块哇，最后200，都袂敢剩200，那袂吃吧？还是100来得，好不好？来，你食火锅料的来，适合伊的火锅料哇，超新鲜的综合火锅料，这么香的火锅料，你袂做过？来100块，200来去。现在感觉200块来综合火锅料。 不是一般的火锅料，它里面的料是好的呢，有川丸子呢，哦，来，还有新鲜肠呢，还有甜不辣条呢，来200块来，就前面吧，综合火锅料，200，200，你是把你买过火锅料无啊？很贵呢，这两包1斤多了呢，来200块不要紧啊，一人35粒，大家人家买吧，100块，来100块来，给你等你，不一定要煮火锅。 对，差对，住对，肉拢好食，200包100，来100万，综合火锅料有了哈，好，就收起来，星期三再给它出现就好了。不会嘛，我要收起来了。200包100包，哦，你要看，好啦，谢谢啦。来，阿妹吃黄鱼来，阿是恁鱼啊，较慢啦，卖黄鱼得啦。来，这台好，野生的，一只就130，2只200。 透价给你们，收500块，我们吃黄鱼吧。来500块，来3个客人买好不好？黄鱼啊，来500，黄鱼我是不是够多啊？不够钱。不够钱呢？好，安尼袂吃倒，这人掠4只，免500。太好啊！真空包装，你甲冰的，要吃贴冰，是食要蒸，食要红烧，食要炊，4尾免500，4尾买400，300，300吃黄鱼，两对，来200块呢？ 200块来，四条200，还要考虑哦。哦，你倒好不？来200，最后两个人给，来赶快拿钱给我来。200块的黄鱼，是不找得清楚啊？来黄鱼200块来，来来了，来最后什么贵的人给啊？澳洲还有4位200块哦。来黄鱼呢？比咱的乌龟还香呢。来200块来，野生的黄鱼超好吃的，来200块来。 来最后两个人给你黄鱼200，够300杯的黄鱼，来多一杯，来多一杯，你着急，紧着急。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黄鱼变200。我来500啦。哦，他一起找啦。来啦，这来这里来。来黄鱼200，来3包过来鱼啊。你鱼好啦嘛？大干鲍鱼啊。我你讲有，我一包啥？ 啊，我你个空无？来黄鱼最后一位没有了。我看我英文没得完就是。来龙妹俩黄鱼，300杯的黄鱼，没杯的黄鱼来300块来，管吗？啊，起来呀！来最后一个300块，等我哩。真的没有了。 哦，起来嘞！我头先买起了黄鱼，起来，上面进来你要过来，250最后一个客人了，没有了，好，那个没有完整的，他好像没有完整的。
来牛奥良鸡腿排。哎呀，完神。哇，大鸡哦，鸡腿排啊，一鸡四十块，两鸡加加三鸡四鸡五鸡哦，你来两百块完了。牛奥良鸡腿排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去炸菠萝酱，两百块给几个宝。牛奥良鸡腿排，两百，有人要煎看吗？鸡腿排还是俾我玩，我玩啦！来两百块来鸡腿排，牛奥良鸡腿排，来三鸡，都得你摆啊！后面包赢的客气吗？来六鸡哦你，我先煮匀起来着，他袂。八鸡哦你，用煎的用烤的，两百块呢，收起来啊！收起来。规期只个两鸡拢给你啦，十鸡哦你煎来两百块，牛奥良鸡腿排，无分哦，谢谢。好啊，讲一句咯。哎呦，我卖你两百块的虾啊，尔，卖你等我一秒，因这虾啊真无好，我想虾啊三尾。我来，今日爱干，我干你，来爱干菜。来虾啊，来三尾虾啊，来这边。我搁一个吼，来虾啊，拢干掉呗。我来，阿姨来，谢谢。等你傻傻话天的，讲来蛤蟆呀，来。你有要煮饭的较买啊！你有要煮饭的买，我白搞买我的蛤蟆啊！真正做大了的，真的很大颗哦。像安尼讲，因为有的人吼，看俗蛤蟆买落，等于我白去煮，就活的。你放五天一礼拜以后，伊就袂活，所以爱紧煮，足清足甜的。来，这样买就一百块大了的哦。大颗的蛤蟆今天是大，大家拢买来五十块啊，都唔免一百啦。蛤蟆买五十块，蛤蟆有人要煮饭来五十块。哈哈哈！要死了，跑掉给你搞脏。有啊，我要修改哦。来，蛤蟆一人一份50块，来，赶快。有没有想吃蛤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要收起来了。我阿姨啊，买蛤蟆，紧嘞，紧嘞，来50块，我来。50块而已。蛤蟆买50块而已，赶快。蛤蟆我脏拢有啊，吼。我买了哈，几个买？两个鸟，好啦，把去拿弄两个去啦，人来。来，还要吃蒜鱼，最好一个人给500块完了。鳕鱼，好的哦，超漂亮的鳕鱼。来500块来，两条你来，三条你来，啊不，四条你好吧。来，只要一个人去吃蒜鱼，来500块，一个买走，来500块来。无人遐金钱哦，来一个人去金钱，才5块啊。500块干买掉，买袂掉，但是得搁开钱。最后一个客人，来500块了，500块，出几分俩？好淡水鱼，我只是清青俩，出面都咕咕，但还。我咧滚滚滚。谢谢。无啥。鱼龙骨啊？我有蒸一条，要家己食。第二个我食。我叫餐厅蒸得啊。来，鱼龙唔是贵，是无物件通买。来鲍鱼来，小姐来，有人点9孔鲍鱼，一人一包，我还给你盒装，免800，免700，600，来500块，一人买一克啊鲍鱼，9孔包等于煮，来500了。大哥你要鲍鱼啊、哦？是不是？哦你要小卷哦，哦哦，哦你是个收着啊，搁等一下，哦你是在吼，袂晓做生意的你的，一克啊。2K 啊，3K 啊，俩三百只，只有三个客人买得到，免500，免400，一 K 啊，你吃的，来300块了。阿伯，你买啥？9800，300，这样一 K 啊，有啊哈，来谢谢。给你包。来。500。来，小哥。来，小哥，500块来。三百只，小哥啊，他就干面，来500块来，阿伯不啊哈。我小哥啊哈。好，你再考虑会买不到，赶快钱给我。太贵你不买没关系，可是你没拿钱，你绝对买不到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阿小哥。我会了钱袂恁啦，唔通想啦，唔通考虑遐久啦，真诶啦。小哥真无人用我，会好样、啊。我小哥虽然社会，但是你看一下深度诶，看一下厚度诶，你一杯就头啊80块啊。来500块来，三杯哦你。来两个哦。来三杯哦你。来四杯哦你。
来四尾哦，我靠呀，来五尾啊你，来五尾啊你，来六尾啊不，来五百咯，我来要吃小鸭不，来五百，来尾来七尾哦你，来五百咯，快点看啊，来五百咯，来最后一个人给小鸭。八位啊，那你三个买买过啊？来小鸡五百块，最后一位了。来五百块，小鸡啊，不是七条，不是八条，最后一个客人五百块来小鸡啊，不啊，五百块分几人呢？啊，你要买几块小鸡啊？你五百的人客啊，好来谢谢哦。来哦，啊，都要吃啥话？你听讲，听讲我就点你。来，要吃花枝手卷两百块来。哎呦，啊，够五百汤椒物件哦。我不是卖了啊，是啊。来，三杯吃牛肉汤的来，一包一百块。公包、哦，都是肉，开始啊，两包给你了，三百块啊，都三百块来，牛肉汤，用一个米，用一碗米来煮煮煮的，牛肉面就搞定了。来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牛肉汤有谁想吃？三百了 ，Hello， 这包够给得不？来，三百了，慢卖好不？来，三百了。五百哦，三百块，两个人给呢，拢无五百称啊，来三百，到来要煮，啊不拢哦你对吧？来六百哦你们，来三百，两个人给咩了？牛肉汤三百块，都有了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你要吃牛吗？无吃牛的款啊，啊不给四百个来三百，三个人给咩？三百，三百，来两百。两百块啦，牛肉汤，两百块啦，我们家拢无吃牛排款 ，OK。二来，还有干三味鸡汤。生越来越抢手。花枝手卷是吧？哎，会叫人搁剩剩一包，靠我我袂袂好啦。我炸鸡饼啦。来干杯，收工来，人家来两百块，我都干杯输。整整齐齐吃一顿。哎呀，好啊，系啊系啊。我袂系啊呀，好。来干杯输，有谁想出来？一是。一人四条，二十粒无哩，哦，干杯爽，四条四百毫哩，三个人加买呢，来一百块哩，一百块，干杯爽买一百，四粒五十呢，八粒一百呢，四百多二十粒呢，来一百块，有人要吃干杯爽有无？有无？我来起啊！哎，无你唔要吃啥？你讲来虾子来，海白虾卖买五百四百，六个人加买哈，我那虾真正甜，真正好食，一人一碗开三百买来，两百块我都两百块来。免六个啊，一半卖五个，卖不到一千块，互你欢喜。四个人加买都两百块来，全部四个客人分到完。来两百块，一人一份，两百块海白虾都有了吗？来四个客人，来小姐赶快，两百给我，你要几份？一份就够了哈。好，谢谢，两百给我来，加四个人给，加两块卖四个，啊，加波姐嘞，因为我的蛋子对吧？对，来白菜肉一包两百来，来来来来。来是，你今日走，做饭我走较紧。来虾啊来，啊蛋子哦，虾啊蛋子哦。来蛤蟆来，有两个买哦，哎，真厉害哦。来几个？来白菜肉一包两百，刚好要吃白菜肉。来两百块，有人要吃吗？所以是吃饭哦。百块的，一包一公斤，装装满满的了，白菜白菜肉。来一百块，来两个人给买买的，一公斤的白菜肉，一百的。哇，不过还没吃白菜咯，来阿姨买来，最后一包白菜咯。这师傅做的呢，这是我白买的，来一包好存一包，白菜卤，我拢有了哦，谢谢。来，阿妹吃爽的先生们，带来四包我来，拢我哩，三个的，拢我哩，无啦。还有五片啊，一片卖百二啊，我要爱卖六百才对。来鳕鱼来，刷你的下巴，刷你的头都要修大地。来这样，摕一盘，等一蒸，等一蒸来五百块完了，吃够你来五百块，有人会用蒸刷你头得无？对，吹对蒸太好吃，五百，他多少买五百，再好好刷你头得。来要吃开四百，来三百块，一个买来鳕鱼头得三百块。这把最油呢，这比中国更更更好吃呢。来三百，一个人给买得了。让你们都不敢出声了。进来，就一个人给买来帅烤的，来三百。Hello， 有没有要吃鳕鱼的下巴烤的呀？阿母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，我进来，五个人给买得了，我了了的，卖去再做，好吧？我这只要够大台，这把贵囡仔敢有人要吃看卖？
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三百了，行对，200块我跟，200块来算你掏的，200块就这边吧，雪梨桃刀200块。我袂恁两百，恁来烤肉遮久哦。那后抓来啦，好食，拜六礼拜我烤咧袂哦。一份这样是300，因为这是大块的，不是小块的。200块来，下次啦，下次就要卖他们300了。今天没有人没关系，拜六礼拜固定打。来，200块来，我一脚爽快来，上个碗。来，我再两个。紧交钱，无买袂到啊。我再买两个。客手电话紧。来，200块捧过来，这两三四个人面。你不好吃，越煎啦，越吹啦，越红烧啦，吼，拢讲好吃。来200块来，鳕鱼头刀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一定会走啊。500块不是500万呐，哈。来，回去还200块来。哎，有人要吃回去来无？无啊，最后一盘哦。进一斤回去还超过200块，真正好吃。越真真正正要吃200块，花出来200块，有没有吃花出来的？来，五个客人买。这里刚好5斤重，让你们一个客人吃1斤重。无一斤卖计较啦，因为我也无卖你一斤的钱啊，免200啦。这样烹一盘，你真真切切，煮汤就好吃，百货就好，好不好？有人要吃回去啊？无，免200，百货来100块来，一人一盘来，100块回去啊，免100了，100块无吼，我收下来，回去啊100袂当吃，等下免200好啦吼，好啦，好啊，够要爱啥？鲍鱼，你到那边吃那黄鱼起来卖卖好啊？黄鱼我啊拢起来卖卖好啊！来鲍鱼卖500、400、300块嘞！鲍鱼这切片切好了，已经熟了。来400哩，来500哩，来300块，就这边吧。鲍鱼，300，有人爱吃鲍鱼吧？来300块等。鲍鱼给我听。哎，300没人捡钱的，安尼要怎？来300块，来这包够可以对，来你两个备注，来300块嘞，300块6包给你哦，不是5包哦，5包就400了哦，再来包给你300块两，免注掏几袋当吃啊，客兵做好吃，来300块两，最后剩两个人给无包鱼啊，紧，包要比较俗，5包400，6包300，来多来买5份哦，感谢你2包1500啦，来包鱼300，最后两个无包鱼啊，赶快。300块不是500块哈，来赶快5包，赶快6包，你吃，来300块了，这包一包八十才正常。哇，5包卖400，算行情了，300块6包哩，拢中有啊吼，来鞋啊好啊，来个鞋叫难来。一寸寸啊。好嘞，虾子谁买走？虾子，来啊，黄米个变变。现在4月初，哎，再去生一个射手。来，有人想要吃黄米吗？来鞋啊，多三百来，多感谢你。来，阿要吃黄鱼，来开1800、800呐，来500块完，500块来黄鱼，大尾黄鱼，来500黄鱼买500，我冰来用的，来500块来，哎呦，谁想吃黄鱼的，大你好，你买啥？黄鱼大尾无，来500块两尾哦，来500块三尾哦，来500块来，你先叫前面好不好？对啊，来500块。我们准备花1000啦，不过我想想了哦，给恁大家买会到啦。来500块，这个细只呐，好啦好啦，这细只好啦，人家讲的拢对。来500块来。阿罗啊，唔来包。来500块，可以啦。500块，最后一位了，黄宇，大只的哦，大只样哦。来500，无啊，尊重我俩，上位。5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500。好吧，这个小姐，你刚吃完，刚冰了，再去三杯帮我买买。你若吃不了，我叫咱外边，因为你先买，我先问你400、300了，冰袂了，换你300了，可以。来喝，阿哥要吃啥？没有，你拼得下我就了钱了。啊，拼不下我就赶快问别人了哈、哦。谢谢你，来我爱500块来，上面讲我爱，嘛赶快唔免1000啊，来500块来，紧嘞。500块来，大只的鹅啊，不是小只的哦。来500块来，四位我哋两黄鱼，嘛鹅啊，靠腰。鹅鱼500，有人要签无？大只的鹅鱼来，500块来。什么吃鹅啊？来500。哎，大你好，大嫂你好，来500块。有人要签鹅啊无？农村的签鹅啊吼，都抓了就不要钱，要细只，要大只，这么大一点。想要吃鹅鱼，举手。500块，两个人加买
我有人要吃花鱼？无呀。两个人加买倒，以后买无这个介绍哈，因为进五的不是这个介绍，迄一百一百就买袂到啊。来，恁两个人加买买，来五百块来，两个客人。不，我要开销啊！这五的一百一百块，哪有可能买得到？加六百，来五百块，最后一个。对啊，你有想到一小块哦？不要想。五的一百全部一百，哎，原话，你也要讲你要来原话，我你的物件我无扎来哦。你要注意看，后边要冲啥来？你啊，你以后的目光要在我身上，知道吗？王威，因为真心的朋友没有几个。来，有要吃的一包，这昨昏我托，不是我托，人郑哥跟我讲。来，有要吃的一包两百，一公斤。喂 ，Hello， 一公斤两百不会买啊？好，大家欢喜好不好？你有一千中考正中考大题，不是小题，两百八九八百八五的二，这样一包来一百块，对住来，有一千一百块来，冰箱大卡加买两包，我无咧卖一百块，来一百块有一千，一包一百块，可乐可乐哦，来谢谢，有一包一百块哦，啊有一千来，大阿伯来，真的啦，这一百块买不到啦，天哪，你们在想什么？来一包，来大杯，紧嘞啊！都真正拢买一包哦，这样你来来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块，皮啊皮遐拢水，煮的来一百块来，紧嘞最好两包无啊？有一千一百块，都买到了没有？我都来，哎，都买啊！一包一包都别别，好有水哦，多厉害哦！这台车，这台生喉咙，这台车。来，干了，要吃一百块吧？来，开三百块，两个人给买的。两个客人买就好了，来三百块，谢管弄，一盒一百一，两盒两百二，我每天两百块，好，不要今天要涨的，今天要请你，没四百，没三五三百，来两百块等于炒饭、炒米花、蛋蟹肉，今天要扎堆，来五个，五个啊，来两百块，两个人的费用，一共八对三三五平，五个人八个客人，零客人啊，来八七啦，好。你嘛贵啊！你看采购，原来去遐物件，已经差不多啊。来八七啦，免开三百来，两百过来。有人要整八七啦无？大尾哦，开好啊！来只六尾，来只十尾哦，你等。拢开好啊，拢开好啊，等下你免开伊啊。足侪人爱食八七啦，但是哦，足含慢抬。我讲，即我请师傅拢甲你抬好。来八尾、九尾、十尾啦，来两百过来，八二啊，有人要整无？来两百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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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。有人要煎八七啦无？来六百块你来，八百块你来，九百、十百块你来，两百块，八七后边无啊？没有没有。无，你送了吧？来十百、两百，啊，都无人去饮钱哦。打针就做好食呢，来一人抓十百等于煎。安尼啦，规期拄食买，歹势啦哈。我想要下班啊，只能三十五人，六个人去，一十百抓等于煎，免两百、八百、八五，来一百块啊，等一百块啦，十百块你来，一百块，百二啊。哇，我收来来，谢谢。一十八一百，还阁拜托恁买我贵个收台，赶紧来一百块来，最后剩两三个人去。